让他们射错了方向。谢曹丞相政见。上面这一幕就是大名鼎鼎的草船借箭这场戏，诸葛亮和鲁肃在乱箭中一动一静的强烈反差，让我觉得趣味十足。殊不知镜头外的诸葛亮可没有这么泰然自若。好，停，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来，这个定位都不动，太球。金城武这个俏皮小动作让我们很难将他与刚才那个成竹在胸的诸葛亮联系在一起，而让人更想不到的是，刚才那个乱箭飞射的壮观大场面竟然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至于电影《赤壁下部》当中幕后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趣事和故事，天天影视圈将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您